就非常的喜欢。是，然后唱片公司还下一句狠话，哦，如果唱不好就不给你们唱。就是这首歌其实如果能唱不好要给其他人，对，不是一首好歌。对，但是呢很开心我们全是公司喜欢，然后歌迷们也很喜欢呀、yeah, 对，专辑这次很猛，因为除了拥有大家喜欢的版本，你看从原先预购到后来的正式版，其实每个版本都非常的精心。哇，您真的非常用心，给歌迷朋友一个最好的收藏，就感受是2012年跨入到2013年，尤其又是有人说玛雅预言的世界末日，你看是多好的一份礼物、啊、对，全部都给他们了，是 全部都给你。对，我想是不是这样子，我们最后呢请三位用一句话来形容365天，从这首歌或从您自己人生当中某些的经历，365天您想表达的是什么呢？我让毛弟先来讲。来，好，爱还有希望还有你们对我们的期待，我们一定要用尽全力表现给大家看。是，那小杰呢？我跳过我还没想到。是，好，那王子先讲。365天其实就在歌词里面，就是 Every day every night 对歌迷所有的爱都给你们。是、yeah、小杰，我觉得我用四个字形容，就是跟粉丝一起共同进退。是，对，因为其实我觉得第二年了，那粉丝还是持续一直在跟着我们的脚步，然后一起进步跟努力。那我希望说明年我们希望可以在台湾开这片的第一场演唱会，持续支持我们，帮我们好好宣传第二张专辑，有好的成绩，接下来才可以推出更多好的作品。没错，对，对，要一起加油。而且刚小杰讲的，就让我们一起同心推，就是不管如何，哪怕只有一个人在听，你们还是坚持会唱下去。对，对的，是，这来自 JPM 精神。接下来这首歌真的好甜哦，虽然嘴巴讲的不是很响，对，可是从第一句歌词看到心里面就蛮揪心的。没错，其实是好想哦，好想，非常，是非常想。这首情歌送给所有朋友，也是代表这片，送给在场每一位歌迷朋友，大声一起大声说出这首歌的歌名，歌名就叫做《我没有想你》。送给你们，是的，我没有想你，欢迎这片，会唱。